们是慈济环保志工团，大家一起来在我常常在跟孩子讲说，其实老师在帮你们做的事情，在帮你们搭一个音架。搭了这个音架之后，它有个最大发展区，让它可以往上的再成长。终于安全到平安抵达机场，而且我们的行李通通都 check in 了，耶、你永远不知道你撒下的那个种子什么时候会开花结果，所以即便是播种，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。可是对他们来讲，学习是他们未来生活唯一的出路吧。每个世代孩子都有他们的优点，那如何去找到他们的亮点，找他们的优点，从而能够让我们的教学可以更呼应他们这种差异性跟他的特质，那这也是我觉得成为老师我一直在努力的一个方向。